两块海绵，拿两块海绵。洗车子就是要这样，要两块海绵。我跟你们讲，刚刚这里不是很多蚊子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们每一次洗的时候蚊子都还会在？就是因为你们有用内装。小家林博君唔惊麻烦嘅教师，洗车爱注意嘅蔬菜，你见到新竹竹东街洗车场充满活力，天亮无烟吸水嘅后生人做些当上忙，当然想想来往之前，见到喺外界抢菜或有负面影响嘅中毒性。资料的声音听不懂怪，有些因为家庭来认输啊哈，所以佢会爬爬走。其实料的声音好嘅东西哦，黑当夹当聪明。所以你普通的摄影人来讲吼，我学三四十年，伊唔止佮两三十礼拜，其实当过做个啊。五十八岁嘅林博君，系请来到摄影嘅头家。上万年前，佮到马来西亚做木材生意，因为阿妹身体唔好，所以结束当地嘅事业，转台湾。当有生意头脑嘅林博君，决定对洗车行出发。啊，当时就看到台湾嘅车辆一多，啊，咱们想讲抓起一只行业。一开始的时间做了行，而你们没懂说好，但是我一张我上没做了行呢，做了行，结果我就看到哎，会做在那里，我就开始好。洗车的专业，林博君当脚就学起了。这块洗车场是有员工。此期爱情公园有困难，所以林博君今天转向新竹三期试下啦。啊，就做预防啦，然后检查皮肤都危险，但是检查皮肤都当都无做些声音啦。啊，就抢下来的时间，张皮讲哦，那个声音啊，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会发展波动。哎，发展波动以后，我就想哎，发展按多样来声音，我就就是该条老师呀，条村监狱该条老师啊。少年监狱老师，当接受人声音来，我了不做些啊。太淡界场中毒性，林博君并无感觉麻烦，因为佮看到了条声音的本身，拢是良性界。你听了真爱伊，你要有关心伊，伊怎会感触到讲啊？你要关心伊，伊要疼人的话，政府喊人有上是咩要穷人啊？你那个唔会关心伊啊，声音这类就唔疼话。你关心佢，人之初嘛，性本善啊，佮咩讲，上下来就坏啊，系冇啦。啊，螺丝孔把它冲干净一点，对，要把车洗干净一点。这边也有，这你看，这边还有一点黑黑的，你看，有没有？这里不是吗？这里有没有？啊。十几年来，林博君了陆陆续续来过200位后生人，除了训练洗车专业。主要也是要拓展自己的行为和观念。我买朋友啊，哈，因为我了解线，好的朋友很去留下了，坏的朋友的时间，我来讲了，这朋友做唔得搞，我都会判断啊，还没动到生意来啊，生意来的时间，我会直接来讲，要生意了，等我了去做生意，莫见不了钱。相信付出爱，生意就是在了解。好像对家婆界林博君，拢是在感受自家用心。不过佮也是有一摆，本身人含几千人大计，头拿含了了二千外金，但是他并无本林博君讲到。咩全部啊，迄一傻丁丁啊，都到一傻丁丁，所以我冇放弃啊。你讲一百傻有九十傻样做，哎，你可能袂强啊。两百人傻张一傻丁丁，也唔会强啊。擦一擦，门边擦一擦，好，不要用这块布，去拿另外一块布。就会对好人唔放弃，还唱自家嘅声音相款，所以大家当自然界，拢会喊林博君阿爸。就算以后做兵出社会，还能安尼喊记。有的都园区里面当主管，有的自家开洗茶厂，有的做军官咧，伊都差唔多啊，一张眼一张眼会做转啦。一张一张多转来时，就会讲啊，哎，我了做嘛该做嘛该啊，啊，我有发展无？啊，就都想讲，哎，开洗澡堂无钱，就会讲阿爸，你要支持我无？
当然你要支持他啊。那面的东西啊，就硬度差不多，铅笔的硬度差不多三 H， 所以唔强抹啊，啊，啊唔抹，伊都唔会挫伤，你来看，全部冇挫伤。实验行林伯君建造建好，几年前同工人合作研发了款纳米涂抹，本车盖钢板表面进行一个薄覆层，抗僵刮倒。还是在本上不该水变做水珠，方便车主洗车。效果是在维持扮演客家。另外，老公的博士同说，伊来都看到还是生意按辛苦在做，还这么样。因为东西做的，做一百润就唔是大了呗，就按开始来啦。一间唔单应该洗车厂，除了有骄傲的版面，国开两百位是行岔路的生意，人生变到无穷款的蔬菜。林伯君的事业天意顺，亲手设计也享受当道家庭。